先把鱼放掉，一点而已，然后包包空着，空着下去，走到下游去。哟，一点就满了。这有的体型都还不错，只不过没有25以上的，还是上面比较好啊。差不多都过完了，看那趟水也当训练那个手臂的力量，好恐怖！满了，满了，满了。这池超奇怪的，下骹拢大尾，拢咧变，但是拢叫细尾抢去，咧变个吼拢大尾，啊但是拍落去拢细尾毒去啊，气死有影，规条拢是鱼咧变，啊变来变去啊，结果钓拢细尾气死，赶快往下了，往下面，下面中间有一段的鱼会比较大，动了。哦，这一池大只的蛮多的呢，来来来，飞，哇塞，这种20几的底下很多哎，全部都是，你看我才刚来钓，哎，哦，捡一下笨手，你看三四家拢二十的，连续都是这样，中了。这一段赖很漂亮哈、哦，前后左右都有大石头，不小哎、欸，我、哦、靠、不要让它钻进洞里面，游上来了，这只就不错啦，而且蛮肥的呢，体型也不错，大概23了，试验新的菜色。鹌鹑，因为这边不能生火啊，所以要用这个，等于说半生的，用这个瓦斯来做，看会塞还没塞，把它摆进去。这个酱汁的话，高一点就好了。然后用这个铝箔纸把它封起来，把它封起来。要封起来，用瓦斯来烤。第一次试验呢、啊，所以要火用小一点，边烤边看看。等到它旁边冒烟了，大概就里面就温度就很高了。现在11点多，上游只有还有一个，再来就是我了。今天超咬的，11点多，11点多已经大概快满了，半天就满了啦。而且越钓越大只，这个鱼越来越大，尤其是现在这一段鱼大概都有20，这样一直冒烟呢，应该就里面就滚了啦。把它打开来看看，哦，漂亮哦。这样子应该熟了吧？啊，还没熟，还有红红的，把它上下调换一下好了，上下调换一下，下面的变上面，上面的变下面，不然它夹在中间，怕它没有熟，你要再。包起来更加脆脆的好啊！好了好了好，分色分色，关起来关起来。
哇塞，第一次试验还不错哎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。再来就是把表面盘后恰恰。特别去买了这个一个喷头，80几块，来喷这个。这样就有烤肉的感觉了，有没有？哦，炙烧。这样不用生火也可以烤肉了，嗯，不错，跟我预想的差不多。看起来很美满哦，喷一喷就差不多了，这样也可以吃烤肉了，下次就是可以试鸡腿排了，每一种东西就可以试了。哦哦，安妮，恰恰安妮，看起来像不像用火线烤的？超漂亮的，果然我的想法是对的。对，来吃吃吃，先喝一下。人生就是吃吃吃啊，这个鹌鹑要先吃腿。哇，这有没有熟啊？阿娘喂，有啊，有熟啊，怎么那么难搞？哦，哎呦喂，哦，这样好像较嫩呢，觉得好像较嫩。嗯，还好，都有熟，味道也不错，那就算成功了啊，第一次就成功了。嗯，嗯，跟烤的一样。后面喷了几下，真的就有差，把它汤汁收干。拆第二只，啊，这样烤起来真的漂亮啊！啊，这只就很好拆啦。刚刚那一只为什么那么难拆？这只这样，鸡胸、鸡腿就很好拆了。嗯，大鸡腿。鹌鹑应该还有30只，200只，至少剩下30只。冬天是比较多，冬天要煮那个，把鹌鹑当鸡肉煮那个麻油鸡，麻油鹌鹑，就冬天就吃的比较多。夏天都是烤而已。我下次就可以试那个烤鸡腿了。嗯，烤那个去骨鸡腿排，用这种方法，所以在这边不能生火，我也可以烤了。先烤这两样，然后再慢慢想，看还可以烤什么，用瓦斯来烤。一样可以吃到烤肉，而且味道一样。吃饱之后啊，这边没什么地方可以玩水了，这边都浅浅的，上游都浅浅的，所以还是不要玩水好了，直接钓了，因为今天鱼太咬了，没有那个时间去玩水了。那在旁边就要翻了。吃饱之后啊，不用休息了，继续往下，因为怕吼
宜兰会下雨，今天虽然只有20%，但是还是要有警觉心啦，要往下移动。刚发现这边呢，你有看这什么意思哦？它这个为什么都倒下来？你知道？因为这边没有人来啊。然后你看这个这么贴在这个石头上面是什么意思？是昨天晚上应该有动物睡在这边，不知道是山猪还是山枪，不过一除了一个黑猛家凹等里面做些修啊，它睡在这边了。你看这个被他睡得服服帖帖的，有没有？而且植物没有死啊，表示是昨天晚上才睡过的。他睡在这一块平平的石头上面，还蛮聪明的。然后这边又有那个，那边又有个树洞可以躲，说不定就在树洞里面。我是不敢过去了。啊，这瀑布下面。多大只的，但是好，这边不好起鱼耶，这只应该还蛮大的，应该二三的，哇，爬不上来，哦，还蛮有力的呢，冲那么久了嘞。哇！飞起来了，直接给它飞起来，没有二三了，大概二一左右。因为我觉得上面有点黑哦，不是很黑，所以我赶快走下来。中间没什么掉了，就是稍微狼藉了。你看，到这边，我想换到后面去了，不想带着这一袋鱼走了。鱼已经满了，一点就满了，随便钓，一点就满了。先把鱼放掉。一点而已，然后包包空着下去，走到下游去。一点就满了，这五个体型都还不错，只不过没有二五以上的，这体型都不错啊。一点先把鱼放掉，等一下哦，走到下面去钓，这样才不会提着这一袋鱼啊，重的要死，而且鱼也可能会挂掉。发现了一个这个是不是那个鹿角蕨啊？这边有这个根，也是三个根，不知道是不是，这蛮大片的，把它带回去种好了，种看看可以种出什么东西。啊，下雨啊，赶快走下来，结果热死了，太阳晒死了。下面这一段都小只的，跟前几次来钓都一样啦，一模一样。我稍微钓了一下就知道了。哇，小可钓一个拢
这种碎背连拍都不想拍了。去滑水道啦，小只的我钓了烦了，早上我就一钓一堆了，下来这边钓小只我都累了，中了，不大想钓了，钓这小只的没什么意思了。这只大概20左右吧，哎呦不止哦，大概22，破七派，靠腰了，太小看它了，耶耶耶，哎，来，走，哦，混出去，来来来，还是上面比较好啊，这也蛮大的，上面的鱼比较大。因为九班也很抽啊，没绑，把它放了，放了，等其他的人回来，不想钓了，就玩水好了。哇塞，蛮乱啊！哇塞，差不多拢乱啊，下骹较好食吼。哇，够唔错。伊嘛讲下骹较细只，对啊，放放放，啊，钓友要回来了，先回去。大只的有很大吗？也还好。哦来吧来吧，这个超大的，那个玩那趟水也当训练那个手臂的力量，好不好？买了买了买了，没有大一点的、哦，大个二十出头嘛，差不多都20出头，二十出头就不错了，对了。大家都差不多了，这样子就不错了。然后少了少了，好放吧。好。每个人都一桶。好，来正来正。